你等会帮我 Q 一下时间。好，我们准备开始了。来，郑哥举上来了，推油推出去了吗？已经开始了吗，小春哥？可以了，你重新刷一下啊，开始了吗？延时一分钟，你们延时一分钟才能看吗？延时一分钟，没事。那我们这边按照我们的开始就好了，我这边可以开始了啊。好，现场三二一。vivo X60 系列专业影像旗舰超稳微云台，我就是王牌，欢迎来到 vivo 营业吧王牌。今天我们营业吧王牌的主题是突袭嘉宾化妆间，我们看看先突袭哪位嘉宾呢？来，我们跟着镜头看看汪苏泷泷泷现在在干什么。我们距离正式的录制时间差不多有还有半个小时吧。嗨，我们今天要突袭你的化妆间。来吧，出发。在化妆间一般在干什么的？刚才我在化妆啊。跟我们的那个王牌的粉丝打个招呼。Hello， 各位王牌对王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汪苏泷。那我们现在是新营业吧王牌，就是在王牌之前的嘉宾的一个直播时间。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营业吧王牌的王牌环节，回应一下自己之前上过的热搜。回应一下之前上过的热搜啊，之前上过热搜，汪苏泷英俊。我不记得我之前上过什么热搜。之前你上的是汪苏泷半月板手术住院小记、啊、想问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恢复的很不错。对，开始营业了吧。所以现在在王牌里面是有唱跳的表演环节吗？唱跳倒也不至于，腿好了也不会唱跳的啊。然后我们接着第二个热搜是汪苏泷送杨迪毛背心。啊，对对对，因为一直是他的那个潮流 icon。所以毛背心是你的那个必备的时尚单品吗？毛背心算是我的一个以前推出的一个潮流单品。现在我也在研究新的潮流元素，有什么可以给推荐给？不能透露，不方便透露，大家就期待作品就好了。作品，所以现在作品是汪苏泷的时尚标签吗？没有错，在时尚领域一直非常 OK。好，接下来汪苏泷被喇叭支配到变形，这是怎么回事？哦，就是他们弄了一个喇叭，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每天对着我胖，很无聊。是粉丝吗？不是不是，工作人员。是工作人员，那是到底要什么样的鼓励方式会感染到你呢？发红包吧。一般是你工作室是你发给工作人员红包多，还是工作人员发给你的红包多？那肯定是我发出去多一点，不然不像话了。好，然后接下来是因为之前龙龙来过我们卫视的跑男、是被誉为是跑男的顶流飞行、有一句金句热搜，你告诉他得了呗。你告诉他得了。那今天在王牌的录制，有想过自己的金句吗？没有想过，我不要给自己这种压力，大家对我不要有期待，我不行不行，害怕期待。那对王牌之前有了解过王牌，看过王牌吗？王牌有来过了，有来过，上一次来就是那个打酱油，然后这次就是好好的参加了一下，所以就是，对，说到哪儿来着？参加王牌的期待。啊、对，就是。很好玩的游戏嘛，希望自己玩得开心、那在王牌里面我们现在是会期待你的一个游戏的表现、那现在在我们直播里面我们也有一个小的互动游戏、快问快答二选一，不能反应啊。二选一、马上啊、嗯、拿铁或美式？美式。长高或变瘦？长高。 KTV 或密室逃脱？密逃。小狗或小猫？小狗。小笼包或火龙果？那必须小笼包。早起或熬夜？熬夜。香菜或大蒜？香菜必须的。写歌或睡觉？睡觉。那有人选写歌吗？火锅或麻辣烫？火锅。最后一个，榴莲或螺蛳粉？什么跟螺蛳粉？榴莲或螺蛳粉。哇，这两个很难选，我都太爱了，可以都要吗？二选一。榴莲味的螺蛳粉。
榴莲味的螺蛳粉。OK， 那我们今天录制的是王牌的歌手主题。那我们现在对应这个主题，龙龙对观众可以唱一下你的歌吗？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打歌环节。打歌环节。行，唱一个什么歌？唱一个那个唱什么歌？唱最新的歌吧，最新的歌。好尴尬。我们的直播就是这么尴尬。来吧来吧，唱自带一首尴尬的歌。唱一小段吧，叫小一小段，唱一唱小段小段。只好就一小段一小段把梦做完，然后一小段一小段忘了存到的伤感。哒哒哒哒哒，对不起，完了，自己的歌记不住歌词。哎，大家一定好奇歌词是什么，赶快现在去听就对了。好，现在赶紧去听龙龙的歌，那也期待一会儿龙龙的我们的王牌的录制。那我们可以跟直播间的粉丝们 say 拜拜。谢谢，拜拜拜拜。那我们看看接下来还有谁呢？好，今天录制保护好自己。好的。好，再见。现在我们先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我们下一组的直播嘉宾。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现在接下来直播的是哪位嘉宾呢？现在等一下嘉宾，嘉宾现在还在沟通内容中，稍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楼梯口我们能遇到谁啊，是工作人员，不好意思。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楼梯口还能遇到谁呢？电梯开了关，关了开。好，接下来我们进来直播下一组嘉宾。就是，对，时代少年团。期待吗？我们倒 Q 一下好不好？来，弹幕打起来，三、二、一，哇哦，哇，哇 ！Hello，Hello， 你们在干嘛？在对台本，对台本，对台本。自己对台本玩。不要尴尬嘛，嗨起来嘛！好，接下来我要先问一下小马一个问题啊。昨天不是演员决赛吗？对。张纪中老师后来的微信有加上吗？有加上。当时为什么没加上？当时因为在厕所，结果我想加微信，然后我突然在上厕所，就我们俩隔了一个隔间，但是行。非常的奇怪，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走了。已经走了。
就没加上。就没加上。决赛结束之后加上了。加上了。好，接下来这个问题也不是我要问的，节目组夺损，是节目组让我问的。之前小宋参加，真开心，我太紧张了，因为这个问题很损。小宋参加王牌的时候被问，如果兄弟们掉水里了，先救谁？我知道，知道啊。知道，他说吃饭了。No no no， 那他自己回答，先救谁？先说一下。你说先救小马，节目组你说的，节目组说的。懂了，都懂，都懂。好。主要是因为这是子怡姐姐问的问题嘛，然后子怡姐姐只认识小马，所以我就说的小马。那先问一下小马，兄弟们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好，这还好一点，这样会好一点。有梗，气不得罪人，我还把自己搭进去。好，下一个问题啊，也不是我要问的，节目里的问题。参加王牌之后，有嘉宾问你们单位谁最羡慕小宋？小宋在节目里说了，谁？马来西亚是不是？你觉得？他先说的小马，然后后面那什么子怡姐说。不，小马不是这种人。他说：“那是小丁吧？”啊，是吧？张哥真相，真相好像是。你讲一下为什么？你讲一下为什么？我是乱说的。不可能啊！不是乱说。其实应该是因为挡刀，因为我们俩也上过那次节目，然后他也很羡慕我。互相羡慕。好，今天我们一起上的是营业吧王牌的一个直播。那我们现在正式，我们来给直播的粉丝打个招呼吧。我们大家一起啊。喂，马哥。站位。人太多了，我。对对，稍微近，让我。稍微靠拢一点。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好，那我们今天直接进入我们直播的最重要的环节，因为今天我们王牌录制的是歌手主题，那大家来参加歌手主题，我们最重要就是考音乐。接下来我们的那个互动就是听歌猜名，然后猜出来之后这首歌大家要会跳的就跳起来，会唱的唱起来，但我们歌曲前奏只放一秒钟。好的，看着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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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好，我们有一个猜错的惩罚啊，惩罚就是，如果猜错这首前辈的歌，就要给前辈直接发道歉视频。好 ，OK 了啊。猜错就要发道歉。对对对对。直接可以写啊，好。来，我们来第一首歌。啊？我都没听。兄弟们，啥？兄弟们，破风。你先看可以跳。我没唱。第二首歌仔细点，不要失误。
来，我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来啊。啊，什么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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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告诉我怎么了呗。那就啊，就唱节操对。走。好像没有什么难过的。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可是没有。谁停？谁在混水摸鱼啊？谁？没有吗？没有人是和声。谁呀、啊？和声。和声吗？来，清唱一下和声来，一二三。我生气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好，下一首。我来我知道怎么唱，但没想起你说就说，你不是太来了，不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对不起。哎，大宇，这样来，真源啊，这样来，对了，好，下一首。啊，我知道了，五月天老师的歌，《盛夏光年》吧，是吗？你是看到了吗？防窥舞，防窥那个防窥舞，我是直接看完了。是吗？演一下。啊，看到了吗？哦，我盛夏光年，光年，我就知道。没有，盛夏。我们工作人员放水吗？是在。放弃你的放纵去放纵去放纵未来我不转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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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就停再站紧一点大家可以再往后退一步，因为活动活动着就有人出去了。OK 啊，嗯 ，OK 啊，好，接下来下一首歌。哎，啊，那个，什么？谁说？等一下，停。到了我的。统一一下答案。不是汤马干，就是汤马干啊！是不是？啊？嗯，汤马干。对，前奏我再熟悉一点，我发到军训，我就不说了。好，下一首，下一首前奏短一点，前奏短一点。这是不是梦游记？你不说我又看到了。演一下。哦，我没看到。演一下。你怎么又看到了呀？什么？感觉还没有这体验感。哎，我可以再听一次吗？再听一次吧。要你管，我管你，但是因为我唱要你管唱的太多了，就要解释吗？要解释吗？你要这么解释吗？对不起，就是我管你，道歉就对啊，对不起。然后中间鞠躬道歉，来道歉信来，道歉信。对不起，花花老师，的粉丝，这首歌叫要我管你，好，那我们直接唱完，三二一。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管你什么看法，我的世界我不管。我管你什么。
开始慢慢变没了。我管你们。看得到的。噔噔。我没听到。冷风给你。这个吗？来，先给我一个答案，姐。再听一次。噔噔。好，再来。霍元甲。不是，不是霍元甲。噔噔。再听一次。噔噔。噔噔。噔噔。冷风听听，再往下一个。就唱那首歌啊。风听听，唱那首歌。噔噔噔噔噔噔。等着，那是我们的娘。你们听完得了呗。听完吧，好好好，听完。关。啊，兄弟啊，兄弟啊！这人确实。那那那还好吗？敢吧？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环节啊，2021年了，我们想听一下兄弟们每个人给自己立一个 flag。哇哦，flag。一个人一个 flag。哇哦，马哥说，马哥说。flag。哇哦，真厉害。小丁考驾照一次过是吧 ？flag。科目二已经。科目二。啊，科目二，来，加油！科目一，希望练出一身肌肉。啊，可以。小宋要变成 muscle man。可以的。可以。那我希望单手练举是150公斤的。小刘也是 muscle man。啊，150公斤的哑铃，70公斤的哑铃，300斤的哑铃。对。那举起，我当时世界冠军都不知道干嘛，倒立起。三倒立举啊！就这个就，希望我一次性考完驾照之后能直接买车。哇哇哇！上车就买，关键买什么车？我觉得这个 flag 很简单，就锻炼自己，然后争取变得比齐越老师还要强。哇哦！那你每天一百个下蹲，100个仰卧起坐，100个俯卧撑。可以的，好。贺老师说，我也想成为。马苏妹。你是 star， 我也没想过。那是我说跟我们一起吗？好啊。哦。我希望我们在开2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下面有观众。可以。好。我也是。OK。希望观众。你们喜欢入门。我希望这个场地有5万人。哇，50000人的场子、啊、，OK。最后小马的，小马的 flag。是一个。你看你个人的 flag。个人。嗯。啊，希望，弟弟们听话一点。我来。
高考，高考顺利 ，OK。高考顺利和，这样后来我们出去，三个出去，小贺来，个人的，个人的。高音标了，还是差一。高音标了，钢琴外面来接。OK， 好，那我们最后啊，我们给营业部王牌留下大家的时尚的封面照。哇哦！哇哦！个人啊，个人的时尚表现，一个一个来啊！啊，三连拍啊，一个一个来，来音乐随便放一遍。等一下，非常，我们等音乐，我们等音乐。尴尬，尴尬，这个 BGM。要你，那不是尴尬，稍等，随便放。我们那边都忙完了。随便放一下。我们是来在调控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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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没有看过？谁没有看过？动物园，那个我不是跟狗的血不换。好，开始了。打。我把这根拽了。把这根拽了。哇！不愧是我。今天都是尴尬区，今天怎么拍的那么好？炸了！炸了！小宋，听歌在这里，我小宋厉害！还在动图的哦，我信念感，信念感，激动的一想太尴尬了，我的妹子，我的妹子想来了，吹个头发，不许轻失手，别太贪恋枕头里给我的手，哇哦，美好一笑，发现老师连夜来，哇哦。大家再站拢一点，再站拢一点，再站拢一点啊！站着你的。嗯。起来，起来，对对，起来，好反应。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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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哪儿？道具间。我关，我关，我关了，我先关了，我先关了。花花现在应该正在准备化妆，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上场录制了。开了。那我们现在先去在前面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探秘的。这就是我们后台的样子。今天整个暴露给大家了，王牌后台的样子。道具间到了，我们进去看一下。敲门上去。我们在直播。啊，我知道。他在吃零食。旁边呢？介绍一下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王牌对王牌特别经典的一个道具，就是全声孔的耳机。好，听到了，咱麦卡了一下。好。然后，这个是他们平时会在传声筒里面听到的歌，非常吵。像你们那个鲨鱼哥，他就是上次第四季的时候有一次，这里面有歌吗？真的是有歌的，的确很吵。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手机，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是他们平时会戴在那个手臂上，他们用来防止作弊不戴。这个是S6 是这个是我们赞助商爸爸给我们提供的手机 ，vivo X60，非常的酷炫，这个颜色。稳定微云台。哦，对这个好，这个是我们爸爸提供的手机 vivo X60，超稳微云台，十分的清晰，十分的防抖，超稳微云台一定要拥有。放歌也特别好。放歌音质也特别好，拍照也特别清晰。特别适合大家一起用。这是糖是什么？这个不是糖，这个是为了保护他们耳朵的时候会给他们准备的一些耳塞。对，因为这些怕他们音乐太吵了，然后就说给他们准备一个耳塞。然后这些的话，待会儿可能正式要录制中用到的一些题目，但是现在不能看，为了防止杨迪这会儿再看直播会偷题。没事，杨迪今天。
然后其他因为这次游戏的话还有一个游戏是那个弹雨伞，但是这些弹雨伞就是老游戏了。展示一把点个多厚的雨伞。弹雨伞像这一把的话算是之前一些老伞了，就是什么王牌都可以说王牌专用伞。其实这把伞好像之前也是老前辈了，这个也好像是第四季弹雨伞的时候就用过一次，这个是王源用过的伞，狗头伞，狗头伞，这个是，这个也用了，我们都做过了非常安全的一些保护处理，防止他们受伤。然后一些被剪破的伞的话是有一些像这样的，非常垮了一批。这些的话就是他们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可能回答问题或者说接歌词抢歌，然后来抢这把伞，然后要是拿到坏的臭手伞的话他们就会受到凌云惩罚。嗯，然后今天游戏的话也还有一个游戏是接歌，但这个的话都是现场他们玩起来就好了。嗯，要上这个人真的是也不跟我说一声，好尴尬，我在吃东西。嗯，还需要提供啥不？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季的王牌中收获更多快乐，祝大家牛年大吉，谢谢。卖款我。现在我们的录制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去上场口看看今天的录制嘉宾能不能我们偶遇一下。腾哥、林姐、花花和小童，还有今天我们录制歌手专辑的各位嘉宾老师。这里是上场口，这一会儿我们录制的时候所有的嘉宾都是从这个口进入，然后现在大家是已经开始是 standby 的状态，里面应该是在暖场了，已经进观众了，在调试设备，艺人都在开始准备上场前的这个妆化，还有大概十几分钟吧，大概还有十几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吧。其实我们可以走一圈看看能不能偶遇出来上洗手间的嘉宾们。没有妆发，梧桐导演在，他应该现在是在录制前，在开录制前会议吧。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在路上能不能偶遇哪位嘉宾。要看
梧桐啊，稍等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偶遇梧桐啊，问一下梧桐在哪儿先，他现在是在开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王牌对王牌的微博官方号，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直播能偶遇哪些嘉宾、艺人、老师。记得关注我们王牌对王牌微博官方号、抖音官方号，所有的王牌探秘直播都在这里可以看到哦。今天我们的直播，哎，梧桐，快，所有的网友都在 Q 你，这是在直播，网友都在 Q 你。为什么直播在这么一个地方干嘛？我们在直播，我们在偶遇，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网友弹幕都在 Q 你。什么 ？Q 你想看一下你今天直播，跟我们说今天我们歌手特辑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在这儿。哦，歌手可以期待呀，今天请了。可以，我们微博已经说了。接着对，汪峰哥，然后张靓颖，然后汪苏泷少年团。其实今天挺值得期待，因为今天大家可以做到很多，看不到他们做的事情，而且今天对他们会有很大的挑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然后我想问一下，歌手特辑这期的最大亮点是什么？最大亮点？最大亮点，就录了才知道到底有没有亮点。有没有亮点？那我们这期的收视期待是怎么样子的？收视期待啊，肯定第一。对啊，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冲破新的收视记录吧。冲破，因为这次包括请少年团第二次来嘛，但是跟他们上一次来已经不太一样了。我刚才正好在他们那个房间，我觉得每个人都长得很大，每个人都很成熟现在，我觉得，而且状态都好起来了，比赛也比完了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看小马也完全变了个样子，我觉得就该回到他们最光鲜的那一刻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昨天刚刚演员的那个直播，那个结束嘛，那个大决赛，然后今天是王牌的录制，接下来梧桐导演还有什么新的节目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吗？在策划呢，策划完会给大家，会给大家惊喜，但现在就是还在那个策划。好，那你可以跟我们直播王牌的。王牌对王牌的观众们大家好，希望大家关注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奉献给大家好的东西，谢谢大家。今天真的是偶遇，这个、真的是太偶遇了，完全没出现人，好，梧桐导演现在进了汪峰老师的休息室，进去了。你看他前面馆长了。然后我们现在去再看看还能看到谁呢？回了，刚才这儿好几个。没了，我们都可以扫一扫。好，那我们今天营业本王牌直播真的要结束了，这回真的是要结束了。
vivo X60 系列专业影像旗舰，超稳微云台，我就是王牌 vivo 营业部王牌，大家下期再见。